OK， 来，元哥世纪大战，你们期待的元哥世纪大战他来了。这不，我飞的 CD 已经好了，他可能觉得我飞的 CD 没好的吗？打兵飞线，他自然会露头的。侥幸获胜，19000分，国服元哥。OK， 打个19000好吧。我很久没打收割赛了，主播还是有点压力在身上的，知道吗？是吗？哎呦，失算了，这一波血量太低了，我差一个平 A。这一波怎么说呢，他的伤害是没有我高的，知道吗？15岁16000，来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就你小子了。我直接开始泉水对线，回家的话那就别怪我喽。我觉得你们可能对元哥的那个单挑的那个 build 还不是很熟悉，知道吧？来个国服代标好吧，国服代标吧，来个代标的吧，两天四线的代标呢，消耗往后退，实际上 A 接一重启，无心机甲重启，黑暗之中我们只有彼此。沙哥来来来来来，沙哥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好吗？打二技能用三技能，看到没有，这走位在躲他十字上 AJ 四一起手，把元哥用我的三技能躲开，再走位躲他十字场，这样子几乎能稳胜他。 A 起跳， A 走位，这里好，今天的战绩应该是5连胜，我看一下，5×1888=9440点券，9440点券啊！今天没有人能从我的奖池中拿走这个奖励，好吧？下一周这个奖池会继续的，懂吗？好，下一周能赢我的直接拿走9000点券，啊！今天的呢，这个收割赛它就只能到这了，兄弟们。